对不起，大哥哦，哦，们，我就随便。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哎呦，哎，你听得懂我讲中文的啊？萨瓦迪卡，萨瓦迪萨卡，瓦迪萨。卡，中国人，Chinese，Chinese? Chinese，You speak Chinese? 对，Yes，Oh, so you speak English also, right? No，No，No，You speak English, but I speak English, you 这 understand. 怎么了？你还听得懂英语，你还说你不会说英语？我只听得懂一点点嘛，那毕竟我也上过大学。这么厉害？你明明能讲中文，你跟我讲英文。就是开玩笑吧。你说的话给我们跳舞好不好？我不看，我是哈哈哈，你害羞是吧？输了的话，那你能做什么？你说你自己说，你能做什么？除了跳舞唱歌以外，还可以做什么？你说你自己，你能做什么？没毛病。我有看别人就是做蹲起，我做五个蹲起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听可得以懂啊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啊。以啊，我跟东那西。好吧，那就这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现在就开始了，是吗？你再通一下好不好？我再拦你。OK。好，给你通一下。啊！听不了，听不了。对不起，大哥们，我就随便。我想说那个，这怎么？中文？萨瓦迪卡，泰国人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萨瓦卡，迪库库姆卡。那我泰语我就更加不会啊，Do you 什么？speak English? English? 一点点怎么说？Oh, a little bit, a little bit. Yes，Oh, nice to meet you. 怎么办？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。怎么办？好丢脸，好丢脸！我的英文也不咋地。我是中国人，我说英文，但是我的英文也不咋地。Look me。二十个深蹲，二十怎么说？就这样。20个先动，Yes，Yes，yes. 咱们说中文好不好？是的，咱俩说中文，对不对？听得对，懂吗？听得懂吗？我说话。听得懂，是的，哦，那就好。那你说怎么玩啊？20个东西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这样，要不我出来给你表演才艺。OK，好的，可以。那我输了就20个蹲起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边。OK。I love you。哎呀，兄弟们！